戴欧娜，你巧克力和玛丽老师学的怎么样了？我把昨天做的试验品带来了，大家要不要尝尝？怎么，迈步也想学啊？是想要送给谁吗？可以做给大家。不会是有喜欢的女孩子吧？你们两个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？好吃吗？菲欧娜做的怎么能不好吃呢？那太好了，多吃一点吧。哇，有人要谋害朕！其实菲欧娜，我觉得你之前做的花篮挺好看的。那个不是花篮，是茶杯垫儿。看来这个也不行，味道还是太甜了。你们在干嘛？过来帮忙。可是我们不会做巧克力。这可是我们要一起送给海拉老师的礼物，学学就会了嘛。你看帕提夏也在认真的学啊。巧克力的样子看着有点可怕，这样可以吗？不错嘛，这是甜甜圈。卡尔呢？做了什么？一口棺材。对不起，一紧张就。